地基穴位于人体腿部，为足太阴脾经中要穴之一，出自针灸甲乙经。地指土地，机机巧巧妙也。地基是大地充满生机的意思。中医认为脾属土，土属大地，而脾是人后天之本，气血生化的源泉。由于本穴可以增强脾的运化功能，使气血充盛，生机勃勃，好似大地化生万物，故名地基。月经是一种女性朋友的正常生理现象，然而有些女性每逢月经前后或月经期间，会发生阵发性下腹部疼痛，严重的甚至感觉疼痛难忍。这种情况在医学上称之为痛经。中医认为地基穴具有健脾渗湿、调理月经的功效，尤其对于女性朋友的痛经具有不错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中医缓解痛经之法，刺激地基穴。举穴时采用正坐，以拇指沿着小腿内侧胫骨内缘由下向上推，当拇指推到膝关节下方时，会在胫骨向内上方弯曲的部位摸到一个凹陷，这就是阴陵泉穴。顺着内踝尖和阴陵泉穴画一条连线，地基穴就在这条连线阴陵泉穴下三寸约四横指的地方。刺激地基穴可以采用点按的方法，拇指指腹压住地基穴，以穴位局部有酸胀感或向会阴及小腹部放射为宜，然后力量逐渐加大，用力深按，保持十秒，然后松开，休息五秒后再深按，一压一松为一个循环，一般点按5到10分钟。也可以采用按揉的方法，用大拇指的指腹按在地基穴的位置，然后以穴位为中心，保持一定的力量进行旋转按揉，力度以有酸胀发热感为宜，每次按揉100下，每天坚持规律按揉。艾灸也适合于刺激地基穴，可以采用温和灸的方法，将点燃的艾条一端对准地基穴，距离皮肤约2到3厘米，左右两穴各艾灸10到20分钟。当然以拔火罐的方式来刺激地基穴，对于缓解痛经同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。总而言之，痛经是困扰很多女性朋友的问题，此时不妨刺激一下地基穴，往往会有不错的效果。